各位好，我是卡洛斯，今天我又用广东话跟大家做视频了。讲到改编歌曲，我一年来都是多数将国语歌改编成粤语歌，但是在我的音乐工作经验里面，其实试过将很多不同的外语歌去改编的。为什么有这样的经验呢？因为刚刚进入2000年的时候，卡洛斯其实是一个音乐教科书的写作者。进入2000年的时候，卡洛斯是刚刚开始了作为一个中学音乐教科书的编者的工作的。一直有关注我频道咧，可能都有听过我讲呢件事噶啦。当初我开始音乐工作嗰阵时咧，主要因为80、90年代咧，基本上冇机会俾我入到呢个乐坛，一身咧好武功咧都冇用，咁我就专心去做一个音乐教师。但系教咗成十几廿年之后咧，就俾我闯出咗啲名堂。但嗰个名堂咧，并不是喺商业区，而反而喺教育区块呢度咧。有一啲嘅书商啊，佢见过我发表嘅文章啦，又曾经上我学校嚟咧，就同我交谈有关音乐教学。咁跟住咧就发觉，卡洛斯呢个人唔简单，好似咩都识咁样。咁实际上咧，当时我系半途出家啊嘛，但我已经完成翻我嘅音乐学士啦，仲喺英国京士顿大学第一荣誉毕业添。当时呢个出版社呢位吴先生啦吓，咁佢可以讲话三顾草劳啦，三次上嚟，当时我嘅学校就同我商谈。郑老师，你可不可以为我哋出版社写一套嘅音乐教科书呢？因为当时我自己工作都忙，喺学校有一个超过100人嘅大乐队，咁要担当一个写书工作，我都考虑咗好耐，就是、因为咁，所以佢要上咗嚟三次，我先应承佢。咁应承咗之后咧，我喺2003年咧就再开始进行呢个教科书编者嘅工作。当时差唔多每一个月写一个单元，每一个月写一个单元，写下写下写咗两年咧，就完成咗初中一二三。三册的音乐教科书，后来这套教科书还做了英文版。但这套书是几时才发行呢？是差不多2008年。哇，当中为什么要经过了五年呢？因为当时刚刚香港教育局的、个课程又改制，于是提交了一次呢，又被驳回，又再提交第二次。在2008年这套书呢就开始推出市场了。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几十间中学用的。咁呢套书一直卖到而家都仲卖紧嘅。啊，咁讲呢段往事为乜咧？就因为我喺写教科书嗰时咧，得到咗好多咧，我作为音乐老师冇办法得到经验。首先我要学习同教队工作人员去沟通啦，因为我自己作为音乐科主任咧，我就好固执自己嘅谂法嘅。咁但系当同书商合作嗰阵时咧，就好多时候要放低自己成见，要同对方咧去做一个沟通。啊，对方话：喂，市场可能会需要一啲咁嘅篇幅，你嘅文字咧咁样会比较好啲。咁同埋咧，亦都因为教育局嘅要求咧，我哋喺每一个单元里边咧，要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嘅，唔可以净系落流行曲嘅，我哋要落世界名曲啦，要落古典嘅艺术歌曲啦，要落各地嘅民歌啦。咁但係又由於你落咗呢啲歌曲，學生係冇可能唱到嗰個當地嘅方言㗎嘛。你德語歌、法語歌、彝族歌、新疆民歌，學生點唱呢？於是書商要求我同全部要填晒廣東話嘅版本。我逐首唱俾你聽，你都覺得好神奇啊！一首新疆民歌又有廣東話版，德語嘅藝術歌曲又有廣東話版。亦都係因為呢個工作經驗啊，令我要接觸一啲英文歌，譬如。最近啊，小贤攞翻我就系、喺教科书里面发布嘅一首《Yesterday Once More》，我就填成咗呢个《昨日重现》，大家可以听一下。童年时候最爱在晚上听节目，热切去等待这个，共那电波中声音笑着跑。有了这个对各地方言歌曲的填词的经验之后，基本上没什么填词改编可以难到我的了。因为在那几年间填了几百首歌，来到去年我开始了做头条抖音西瓜，我都尝试过填过英文歌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That's why you go away。 情意耗尽夜气，跟你拥吻纠正意志，呢首 That's Why You Go Away 喺网上唱到好红啦，而且我亦都将呢个歌词嘅版权卖出咗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一首啊，系 Cry on My Shoulder 嘅一首英文歌，我就填咗做广东话词，亦都系专门为小贤填嘅。最近亦都将个歌词版权卖出咗啦。我最近翻查下都喺网上好红，所以咧我都邀请阿凌恩又唱一个版本，听日我哋发布出嚟。
咁咧喺呢度咧，我就想同大家咧對照一下我呢個《Cry on My Shoulder》嘅中文版究竟嘅歌詞同英文版有冇聯繫呢？英文版咧其實咧就有兩大段歌詞嘅，嗱一段第一段開始就係、是、If the hero never comes to you， 咁啊直至到副歌完咗之後咧，佢又開始第二段嘅 If your sky is grey, oh let me know， 咁啊直至到去完，咁所以好似歌詞好多咁嘅。咁我就只係填咗三段啫。點解呢？因為將國語歌翻填呢，我就擁有好多國語歌嗰啲詞語可以用返喺廣東話版嘅。咁只係將啲位置執嘅啫。但英文歌呢，佢哋寫詞嘅能力呢好似比我哋華人係欠缺啲嘅。講嚟講去都三幅屁嘅。譬如第一段呢，佢所講嘅主要就係話如果你從來都見唔到英雄啦，或者你揾人傾偈啦，你又揾唔到啦，咁所以你好唔開心啦。你又想隱藏自己啦，你亦都經歷唔到呢個暴風雨啦，經歷唔到呢個寂寞夜晚啦。嗱，咁我可以幫你揾到個方向啊！喺呢個世界上最好嘅嘢乜嘢呢？就係個男仔要困個女仔，就話我個膊頭呢就係你最好嘅方向。咁所以第三段就講啦，如果你想喊呢就喺我膊頭喊啦，如果你需要一啲人幫你啦，或者你係感覺得唔開心呢，你嘅心越嚟越冷呢，你就嚟我度啦，我就可以話俾你聽咩係真愛。咁其實呢三段已經講晒要講嘅嘢，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嘅啫。到下一段啦，如果你個天空灰，你話俾我聽啦，我會帶你去天堂啊，天堂呢係有百萬光年咁遠啦， call 我嚟啦，我就為你製造一個未來啦。當夜晚越嚟越凍啦，你嘅生活越嚟越辛苦啦，我都會隨時喺你嘅側邊啦。我答應你永遠都唔會匿埋嘅。咁你諗下講嗰啲嘢咪又三幅皮，跟住又係翻 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你到最尾 ，Yes I show you what real love can do。What real love can do? What real love can do? What love can do? What love can do? Love can do? 哇，嚟嚟去去都系依句嘅啫。咁呢啲歌词咧唔填好过啦。我同阿欣讲，不如用个 hum 声咧就取代咗就算啦。咁我将佢成首歌嘅歌词咧浓缩咗，就填成咗呢度三段歌词。心中的爱我并未找到，芳心虽向有伴来细诉。以个女仔的角度，想找真爱却厌倦孤单，担心一切耗尽时已晚，担心个时间流逝啦，到最尾变咗大龄剩女都冇人中意吓。咁所以个女仔系点啊？想隐蔽自己却逃然，谂翻以前嗰一段唔开心嘅经历，唔敢去奢想爱中可实现。但系咧，边个冇憧憬喺眼前呢？咁好啦，就带个男仔出嚟啦，无言独个地哭以前嘅错配嘅意外，期待明天呢就真係遇着真爱啦。咁啦，到最尾呢个结局起承转合啦，茫茫前路走有你嘅慰藉，伤心走过游行你仲喺度。咁呢度三段歌词我觉得已经将佢咁长嘅英文歌词呢就已经係浓缩晒喺度啦。What real love can do, what love can do, 我唔需要填㗎啦。我认为呢只需要在最后加句可与你相爱就可以，伤心走过游行是你在， What real love can do 就变成可与你相爱。一个哼音就可以百搭搞定了。你说我是不是很难呢？我不是很难，它原本都是What real love can do， 重複幾次啫嘛。咁如果我為著佢唔同嘅旋律，我要填幾句唔同嘅字咧，喺廣東話就變成好奇怪。咁不如就用個哼字取代咗。好啦，今日咧我就分析曬，將呢個英文嘅合唱歌曲《Cry on My Shoulder》變成咗一首粵語嘅獨唱歌曲《倚在我的肩》，亦都同大家分析咗個填詞方法係點樣。咁大家如果聽完小型版本唔夠後咧，就可以聽日嚟聽下靈恩嘅版本。今日分享先到呢度啦，我係卡洛斯，喜歡我的視頻嘅，請你關注、點讚同埋轉發啦，拜拜。